也提的说与你调解意义，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同意，是结婚账号也不行，是吧？就因为，哎，你们现在要给他是给他什么处罚？就是封号呀。封号是吧？是。等一下，等一下。明浩这个游戏玩多少年了？十几年。十几年了。对。嗯，对这个游戏还是挺有独钟吧，对吧？也太灵了。范围内被封号的人，
有两张是哪一张？一个 Excel 的，一个是白纸展的，是哪一张？你说的是 Excel 的那个。就是一个叫什么墨菲是吧？菲墨。应该是吧。嗯，对，这一张是吧？这里面没有你，你的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我的按照被申被告的那个提供的这个证据上面，这边显示是我的账号唐林边雪欧。嗯。使用了外挂。嗯。就是，但是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他的名单里。啊。然后还有第四个证据是，冒险岛官方风评查询系统的查询，查询截图证明我的账号没有风评记录。哪一个查询没有被风评取？哪个风评记录？查询游戏冒险岛诈取账号，解封时间啊，没有风评记录。嗯。但是账号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登录界面的提示，申诉截图证明我的账号风评事实，被告未对封号举证。嗯。啊。第六项证据是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我在这个冒险岛游戏里有充值，账号领有我的虚拟财产。发票。还有一组，这好多是打印出来什么？是你投诉的是吧？对，应该是申诉。嗯。然后第七个证据是道月 APP 账号得分及部分充值记录，证明我的登录环境是安全的，账号内有我的虚拟财产。哪个是什么？是这个的吗？你说是哪个？因为这个你没有接验码，搞起来比较费劲啊。就是你们证明你的虚拟财产是哪个？对，我过来看吗？不是，你告诉我就可以了。什么有个什么这个100分什么，就是环境安全是吧？对。嗯。然后你说有虚拟财产，就是有两张发射的复印件。对，一个4500多，一个2300多，是吧？对，是你充值的，嗯，看到吗？嗯，你刚才说有你虚拟财产，你在哪边能看出来？我充值进去了。充值进去了，对，你刚才不说有个什么能看出来吗？除了你充值。有我的充值记录。嗯。还有其他证据吗？这边补充一个，普通冒险岛游戏贴吧的截图，就是证明被封号，我不是个例，就是被误封不是个例。嗯。冒险岛运营公司存在大量的误封情况。这边我准备了一份。啊，可以，那你就给被告看一下就行、是、啊，看一下他会不会改。你放被告那边。就这些是吧？据被告发表他们的持证意见啊，就按他讲的顺序。第一个，他这个账号，你的账号我看。和被告提供的账号是一样的吗？你提供的账号是什么？是一个英文字母加那个数字。被告提供的账号怎么是个中文名？到底是什么？中文账号。他的账号是什么 ？Q4518。Q， 你看那个第二列那个 GI。啊，那个那个后面中文应该是人物名。啊，人物名字叫 Q4518啊，是一个是吧？
45183016。这个账号就是你的账号吧，元芳？是我的账号。你这个叫《唐离间雪鸥》是什么？是你？这是我的游戏角色。角色人物的名字是吧？对。第二个，它那个用户协议，就是你们后来又把它调整了那个，这是你们的用户协议吧？那没有意义吧？就啊，没有意义。你看他说的那个13.2.4条。里面说的是，如果说是终止对用户提供服务的，要承担行政责任，你对这个也没有意义吧？就是你们的约定，啊，约定没有意义。然后呢，他账号已经被封的事实也没有意义吧？对。你看他提供一个说是，你们公示违规封号的是6月16到6月22号期间的这个，但是他的封号时间是6月20号。这期间没有公示他的名字，你当时有公示吗？这个我可能要确认一下，因为他就是人报提供的那个证据看不完整。嗯。这个就是最具体的一些，没有完整的看到，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确认。嗯，那你那个庭后书面向法庭答复一下是吧？当时也没有公示啊。然后还有一个，哎，你看。还有一个查询登录没有封存记录，你这个是什么时间查的？今天查都有，都是没有的。今天查也没有啊？对。那你现场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吧。你手机在这边是吧？在的。嗯，你登一下，试一下。备告一下，看一下，然后再给我看一下啊。原告是当场登录账号，你说看一下。嗯，这是叫什么？是在他官网，叫官网是吧？是在那个微信的一个，应该是微信的一个。那你对这个事实认不认可？你认可，我们就不像那么详细了。他现在查确实是没有封存的记录，你事实上是已经封了，是吧？对，封存记录那。他现在查询，他用这个什么查询的途径，你认可吗？查询这个途径我不确定，因为你不是不确定，你这个是不是你们公司运营的这个产品对吧？是不，因为它是那个微信上是微信上的一个那个啊一个就是一个公众号吧，公众号下的一个功能，这个我可能要确认一下。嗯，通过官网能查吗？可以。那你登官网查一下看一下呗。一般他那个。嗯，这个就是我提供的证据里面的那些申诉记录，全部都是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的，就是它官方的。嗯。然后这边显示彩虹帮助是胜趣游戏为官方唯一指定的客户专属服务号。嗯，叫什么？叫什么游戏？彩虹帮助。彩虹就是那种是吧？街上那种彩虹吗？对。彩虹帮助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是吧？对。是
这款游戏指定的叫什么？客户专属服务号。客户专属服务号啊、嗯。当场啊、嗯，就是原告，登录诉讼的那个账号，嗯，查询，显示，嗯，没有奉献记录。被告，你什么意思啊？是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没有异议，但是财务，他们的结果没有异议，但是这个财务帮助是不是这个公众号？你因为他查询渠道可能跟你们的官方可能不一致，是吧？你要回去核实一下，是吧？嗯，好，可以。我可以打断一下吗？可以啊，这样。被告是现在就是否认彩虹帮助是你们的公众号，然后关于解封申诉这一块的这个。不，他没否认，他只是说，可能跟他官网是不是有交集的之后或者什么，对吧？这个你一会儿再说吧，嗯。你接着质证吧，他后面是一些，投诉的一些材料，这些你认可吗？投诉的材料，是就申诉的材料。他说账号被封了，我看你们。那你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它登录的一个情况，上面都有提示到账号被封了，还有这个。对，我看还有一张。确实是封到这个封的期限什么都没有。封的期限和什么都有，看公帮助。关注彩虹帮助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啊，这是你们官网上的，你不是说了吗？他登录的时候就说违反协议，停止服务，有异议访问什么什么什么或彩虹帮助，这就第一个你没有公示，这个是事实，是吧？这个就不要再讲了吧。然后还有这个后面的申诉的这些都没有异议，是吧？也是你们公司答复的，相当于公道理，是吧？他这个充值有意义吗？我看他充值的发票写的是绍兴上虞天津盛景，你这是充给充值的充值就是他这个充值金额我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这两家公司我不确定，就是说是个没有充值的啊，行，但是这边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说这个充值金额是否是在冒险岛使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吧？对，因为我们其他运营的游戏很多嘛，它是统一使用一个通行证登录的。这个你们冒险岛是你们运营的游戏吧？对，就是它是一个通行证登录的，充值了的话，就是具体在哪个游戏里就并不。啊、这个就是不具有唯一对应的意义。对。那原告你除了这个被告旗下的游戏，除了玩这个冒险岛，还有其他游戏吗？我除了在冒险岛充过，其他的没有充过。还有刚才被告原告提供了一个叫什么，说被误封的那个材料，因为只有一份，你先看一下，然后你发表一下意见，交给他。之前从这个他这个提供的是一个，我看是应该是一个百度贴吧的一个一点内容吧，但是并不能就是说证明这些就是说所发的内容的就是说真实性，以及就是说这些内容与被告被封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就是说有过曾经有过这种事儿啊。不是说有那种，就是说这些人他发帖了，但是他发帖是否被误封？真实性对，你们无法核实。对，因为
因为他也没有说他是哪个账号。对，那被告这边我看你庭前是提交了一个第一张纸啊，然后你还有其他证据吗？还有就是之前提供的这个用钱。啊，你这个，你这个就说，你解释一下你交这个证据，你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呀？封号查询吧啊，封号查询。他你被原告的账号被封的原因，你来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他被封？因为就是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原告他使用了，就是说是一款名叫那个冰狼的这样一个外挂。冰雪的冰是就是狼动物那个狼，冰狼的。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防外挂系统做检测的，是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是检测，就是说游戏运行期间。就是看过来，就是说这个游戏应用这个数据的一个功能嘛。嗯。是检测到了有这样一款外挂在使用。咱们知道它是外挂呢，还是怎么说？因为你从直接的值班感受，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个什么东西的，是吧？嗯。嗯。这么说，就是说，这款检测程序它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反外挂的一个程序，它检测的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是对于有游戏，就是说对游戏数据有篡改行为的一些记录，它会去自动记录下来。那然后这些记录就显示了，就是说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对应的一个软件，就是说在。玩家电脑中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行，这个时间地啊。来，原告你发表质证意见，刚才给你一张了啊，它是一张纸。这个证据不能证明我的账号藏匿监雪O开挂，使用了这个什么冰狼的程序。如果要做成开挂的话。被告应该说明我获得了哪些收益，然后应该提供上线时长，有哪些开挂行为，然后是被告如何检测到我电脑里涉及到我的隐私，还有他的这个程序是否有误封，还有他说我改数据，我改了哪些数据，被告应该提供过来。以及他封号的一个标准，就是达成了什么样的程度会封，多长时间，他是否公开，是否告知过我，这些都没有。我对这个证据不认可。那被告方对原告刚才发表的这个质证意见有要回应的吗？他认为你如果说认为他使用了外挂程序，使用到时间点什么时间使用的程度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已经就是说说明了，就是说原告他在什么时间点就是说具体在哪个游戏人物使用了哪款的话，但具体他所获得的这个收益，就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是，考虑到这个游戏的一个特殊性吧，它是一个呈现形式，你不可能在它就是游玩过程中所有的一些它怎么去玩的这样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记录的，它只可能就是说是记录它就是说用没用，对，怎么用的，在哪个时间点，对，用了什么东西去进行一个记录。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提供服务怎么？用户叫什么？网络游戏最终用户使用许可协议是吧？我提供的这些主证据，你应该也能看到，就是说，还有三张是那个安装时的一个，就是这个对不对？安装时是跟这个用户协议是一样的，它安装时都已经有接受了。你们用户协议是依据刚才讲的是。3.1.4和8.3条是吧？有公式的。
这个是主要是依据这两条进行。但是我看你这个用户协议是2019年3月27号。不，这是更新的一个时间。你之前的原告账户什么时间注册的？详细的哪一年哪一月？2018年具体月份记不清了。你是2008年注册的？对。2018年7月24号，我提供那个数据上有。啊啊啊！有是吧？对。2008年7月24号注册的，嗯。你当时用户协议你要走的，你现在用的是更新版，对吧？这个是更新版的话，这个用户协议开始它也有就是对更新的一个约定。对，因为这个肯定有更新啊，因为对，你更新。我做之前我们公司都换过名称，对吧？用户协议它一般人家是注册时候就会看，后面我估计他就很少会看，是吧？他注册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的七月份的版本，你们有吗？这个有，但是我拿出来也没法证明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版本。啊，好吧。你刚才说那个更新的那个协议在第几条啊？比如说有更新的、用新的什么什么什么，有吗？第一部分1.2。1.2啊，更内容。对，就是更新内容、新增内容以及这个啊，更新内容一结束。好，好了。双方还有其他证据提供吗？没有。我补充一下。可以。被告提供的这个安装界面，用左上角显示的是175版本，但我的账号是173版本被封的，173或者172的时候。你这个版本是什么意思？它定期会升级还是怎么说？它会更新。会更新。对，你当时封的时候六月份的是什么？应该是173版本。嗯。还有就是，被告提供的这个官网页面的截图，有经过 PS 的痕迹。从哪能看出来？最后两张那个菜单栏上面有明显的虚化。而且它这个显示的网址，输入网址出来的内容和它提供的这一份的这个落款和名称是不一致的。然后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哪一份是这个后的号？这个是啊。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个你直接上网。这个上网就能看的啊，是吧？对，上网能看。这个周一，因为你提完异议，我也把你让把异议借给了那个原告啊。原告我看他指示的时候，他也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异议，说就是你仅显示的那个版本啊，就是01年啊什么10年那个版本，说的是那个，我也是用手机登录了一下。对，我看到，因为开始我也没发现，因为点击用户协议就是。对，我们提供的一个，钱到下面去了。钱这个不管了，现在主要是说，你核定要证明，你又说被告你们这边不举证的，你要负你他正用了外挂是吧？而且，用外挂怎么处罚？你们之前告知人家了，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你说明什么？你说你起诉。啊，那还有其他的吗？需要证据要交，其他需要陈述的都可以讲。然后这边还有吗？还有关于我提供的这份协议，被告已经在官网删除了。然后关于用户协议的删除，应该在官网出具公告以及公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账号下唐一坚雪欧这个角色使用了外挂，构成使用外挂的行为。按照原告你提供这个，他们是特许许可协议，你这个是剥夺款，
付条款里面你有没有关于什么封号的约定，就是什么情况能封号？没有。没，这里面没有是吧？对，他那个付条款里也能看到，就是说有说具体内容要看那个就是那个最最终用户协议，最终用户协议用户取得协议的那个。双方有其他证据要交吗？意见都可以讲，重复的就不要讲。没有。最后还有吗？没有。庭前啊，也询问了双方关于调解的意见，可能是调解的可能性不大啊。当庭就不再次调解了。庭后如果双方有意愿呢，也可以再调解啊。如果调解不成呢，法院将根据啊双方提供的证据、查明事实，啊依法责任进行判决。双方剩下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就是一句话啊，原告什么意见？就是支持您的请求，解封账号是吧？我没有使用外挂，被执行被告如果认为我开挂了，应该提供相应证据。你讲或者重复的不讲啊？就你认为是要现在要要求就是支持你的请求是吧？对。被告呢？原告确实使用外挂，但请求法院支持。